他在哪跟大家分享，在公司这个做些什么，还有这个武器装，就是学校购买的武器装回来是很不错。以前我去外面参加演讲，就参加就是他介绍你什么介绍这个演讲，我那个一套上百万，但现在当然学校没有买那么贵，但是就是说他的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啊。那这个学校不算非常多，因为在花不少钱，想让他分享就学校成本可以。真的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数位学习平台这边哈，有一个我们先把整个就是教授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数位学习平台这个今天的原始的话哈，主要来讲哈，首先会跟老师介绍一下就是有关于数位学习有些新的趋势，因为慢慢的其实我们这种面对面的不会消失，但是会减少，因为不见得大家都有那么多时间可以上面对面。所以可能慢慢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线上自我学习的那种教材越来越多。那这边呢会有几个网站，等一下我们都会介绍一下。再来就是说，数位学习到底有没有什么优点？像老师平常的备课啊，我相信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专业能力都够。但是有一个最大问题是说，老师我们的课程可能每个学期只有80%到90%是没有的。那另外10%到20%的是我们针对这个学期或最近可能一些新的趋势，我们需要怎么样做做补充，或者是教材都是修正的。那平常来讲的话，老师这一堂收集整理资料方法不是大家自己有定制的，可是万一如果学习也坏掉了，电脑坏掉了，还是说有什么状况不方便，我今天买的话刚刚忘记带了，忘记带档案的，那这样是很麻烦，对不对？那最近您可以利用数位学习，对老师来讲的话是教材真的就很方便，因为我可以把以前的资料继续累积，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料都看得到啊，就不管是这个学习上个学习你将您上课的档案都可以找得到，那您曾经做过的作业啊，做过的测验都可以在上面啊。那像我来讲我都会录，所以我连那个影片我都忘了，有时候不小心比较忙，可能没办法来的时候，我就请同学就可以到这个数位平台上，我把你们一件教材给他看，这样就 OK。好，那对学生来讲，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保留他的完整的学习记录，因为不管是交作业还是做考试，那平常都是我们教完了，然后学生就不知道早就忘记太久，做过什么事，交过什么作业，对不对？那么同学他一样，他上过了这些东西，他都会留下。好，都会留下，所以他可以，我记得以前老师教过什么，他就看哪个老师，他就直接进去找，他的作业在哪里，在哪里在，他都可以去找的呀。当然，学你是数位化的，不是数位化没办法，可是至少这个方式，他对他的保留，他曾经学过什么，甚至同学问过什么问题，上面他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自己上面会有一区，就是同学就可以出去，因为我相信老师在上课一定很多同学问的问题会是都留下的，对不对？80%以上是一样的，那有20%-30%可能是他各个同学个别的问题，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把相同的就把它怎样放下。那另外我们会针对课程的规划，老师可以怎么做分享哈，然后还有就是作业啊，分组的部分，还有一个成绩的计算的部分，因为曾经在我们数据平台上计算也是很不错的哈，也可以帮我们分享。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学习记录。因为数位学习平台上可以把同学看过进来多少次，然后呢，他看过哪些文章，参加过哪些讨论，作业交了没有，他都慢慢统计好，老师改作业就很简单，这样，但是比较轻松哈。那再来，数位学习平台上面也有，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线上问卷、线上问卷，好，线上测验了哈，线上测验，也就是说老师你要做一些问卷或测验，问卷的话就是。不计分的，测验才有计分。好，测验才有计分。那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重点是考试的话，因为他马上来讲，老师就线上讲，考试就好。好，那再来就是线上测验还有怎么样去做录。那么我们如果后面还有时间，我们就来讲一下说这个录制的部分，老师可以怎么做这样。所以我们大概今天整个流程会是像这样，然后那老师你大概知道这个流程之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数位学习新趋势，那这里呢有三个网站，但是老师可以看一下哈。这里有三个网站，老师可以看一下。
一个是双脚鸡王的形象，一个是职业鸡王黄大使，然后再从人的双分是不同。这三个虽然看起来好像都跟我没关系，但是这三个经验很多，尤其是第一个的话呢，中小学网络大学校目前应该是政府机关里面投入最多资源在里面的这个教育。那它不只是只有电脑类的资讯类的，实际上老师们可以看到它有财务金融政府知识的，然后呢行销联通人力资源这些都有。所以找到什么哎，老师您教的里面跟这个有关系的。像实力训练网络大学它本身就是跟高级要相关的高级课程，好，所以可能比较像高级里面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像那种餐饮类的，然后那个家事类的，然后那个叫做小吃的，好，上面都有观光的、旅游的都有。那另外这个上面也不少，所以我们挑一个给老师上来看一下，那中小企业网络大学校给老师看一下。那这边我就用这个案例哈。目前来讲的话，这个它上面都是教学影片，好，都是教学影片，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那中小企业网络大学校这个的教学影片只能用 IE 看，这个是它的缺点哈。但是其他这两个就比较不错，没有受这个限制哈。那您可以看一下中小企业，您直接用那个关键字榜就可以了。您一进来之后就可以找到，好，还蛮好找的，点进去，好，进来了。那您可以看到在左手边这边有没有财务金融啊？好，比如说我们直接看课程就好。您可以看到这里中心资产，是吧？这些从跟我们很多课程都很相关的哈。那你看到这边公安的、机场的、语言的、餐饮的，好，也有。那当然资讯类最多了。资讯类这个算是就是技术应用上相对来讲最容易的，所以美工系列啊这样子都很多。事实上如果老师您教的是像这类课程，也可以从网上来看嘛。那它上面一样会帮我们去记录什么，记录这种所谓的学习历程，学过什么课，然后呢看的时间多久，好，它都有。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你还可以看到哦，它在这边还有不同的东西哈。第一个就是线上演讲厅，也就是我们可能在外面听的一些演讲啊，或线上的广播，那他把它录影下来之后放在上面的，我们都可以直接听。那另外呢，书单的部分，我们在报刊杂志啊，哈，我常看到人家介绍的书，那这上面也有。另外一个最新的是这个叫做电子书，我们平常像老师我们学校的好像那个图书馆借阅的时间差不多是。好像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但是那个流通率质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说我们常会出现一些事情，热门的东西我一下都被借走了，但是预约到了一种电影，就是你当初想要看的这种那种感觉就不见了，那你到电影这边就可以，好，因为它只有二十四小时，你比去年那个安全，但是没有关系，我没有看到还回去啊，而且你在线上看，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学校那。你要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当时的不太容易吧，对不对？好，除非你那个时间买了马上知道马上去进，不然的话很难见到当时的。那像这个呢都可以直接进去看，只要点进去他就会告诉你说我要借阅，好，好，但是这边你要先注册一下。老师当然您可以注册看看，注册看看在这里，刚刚告诉你它有书本，其实跟图书馆都一样哈。你就说你进去之后，对吧？他说你只能借二十四小时，对吧？好了，其实你也没那么认真看，那一本杂志你看二十四小时，对不对？不喜欢看就赶紧看就好了。那这个里面呢，你看它上面就告诉你，这本已经被借完了，这里还有两本，对吧？表示现在有人在线上看，好，有人在线上看，所以大部分那种。高端系的应该现在看的比较多了，那你看这个不用钱吗？不用了吗？不用花钱哈。那另外呢，我们回到首页这个，老师如果你要注册，就从这边去免费注册。那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说，它为了增加我们的这个
乐趣的啊，寻求乐趣，最大的分量级，好像蛮有意思的啊。那再来，您可以看到有没有状元、榜眼、探花、进士，很久没看到这些名词了啊。那么老师一加入就是佛经，哈哈，父母自经的哈。那慢慢累积起来，那我现在是到布衣了。其实您必须要到布衣以后才能够借这本书。跟刚开始是佛经的都不能借，但是很简单，因为它有分点数哈。您看一下这个等级介绍，您看一下，要入到状元不单单那么多，我们看最下面就好了。佛经的点小于一百的人啊，然后呢，不一个一百上就可以借定五次了，其实还蛮靠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提振？很简单，这里有一个哈，你看哦，如果老师加入会有六分点哦。对不对？很简单。但是如果老师你一个学期都没有，痛苦的，他跟我老婆来过，老师不认真哈。那你如果选一门课，有选就有分数了啊。那就啊，那就上网很好加八点，对啊。对，那些课程看完就，那你有看一篇文章有发表，什么都有点数啊，这一期还蛮快的啊。啊，老师讲那个你要点数到一百点，真的蛮快的啊。你去听演讲也好啊，看一门课都可以。好，那所以呢，您走到这边，比如说像我刚刚看这个资讯类的哈，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课程，好，那你要看有关这个多媒体类的也好，点进去。好，我们看一下影像处理的。好，那这个呢，就直接放出去就好了。那上面这边就是影音的。那第一次提醒的时候，老师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哈，他这边你要让他提醒，让他附加元件。其实不提醒，多数情况下也看得到，不过您提醒就比较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哈。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对，对吧？他会先有一个红字，当然是每个都每个课程，他这个课程是单公司提供的，他有很多不同公司提供这些内容，所以说。它可能这个界面会有每一个都有点不一样，不过原则上都会有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资讯告诉你。然后呢，如果我们懒得看，就老师帮我看一下。这网上最大的缺点就是你一定要用 IE 的，啊，一定要用 IE 看这样。那这样上面就有了哈。那因为我这一台的话没有那个。那您觉得耳机对反正听到声音，您大概了解一些对不对？哈、哦，所以您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像我刚刚不小心这样选了这两点。不过呢，如果近年你过去了，那一些那个点数有上限的哈，比如说一天好像四十点，不能再说我是全部点嘛，就变掉了，都不用看，这样不行哈、哦。那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你看全校现在36人，一般几人呢？好、哦，就是有人再进来再看。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可以线上学习的。那其他那两个网站都是没有，这两个你可以试看看找这个关键字“干扰企业网络大学校”，你可以看一下。那有空的话，我们回去可以注册。好，那这样就可以多了很多学习的资源。